大家早晨，好高兴今日星期日又再一次在网上能够同你哋一同嘅敬拜。首先呢，我要欢迎第一次同我哋在网上敬拜嘅朋友同埋主内嘅弟兄姊妹。好希望今次在呢一个敬拜嘅过程当中，你能够与神相遇。我亦都喺度呢去鼓励我哋每一个会点嘅弟兄姊妹，无论呢你而家呢一刻嘅心情係处于喜乐、感恩、压力，甚至是你人生的低谷的时候，我都好想你知道神的慈爱是会一生随住我们与我们同在，祂的慈爱是我们的一生之宝。等一下我们进入敬拜的时候，我好希望大家能够单一的注视神，就让神在当中祂的慈爱去拥抱我们。好，我们现在就进入敬拜，一同的来去享受神的同在。好，我们一同起立去敬拜我们的神。岁月来年，你我永不会间断，情是因覆盖我，你与我需要挽回，我救世主那美事，叫盼望再生。千年，好大能主必拯救。
世间看见，来传颂复活的主，是荣耀君王。Jesus 照亮这地，给世间看见，来传颂复活的主，是荣耀君王。我哋一齐拍手好唔好啊？照亮这地，给世间看见。来传颂复活的主，是荣耀君王。Jesus 照亮这地，给世间看见。来传颂复活的主，是荣耀君王。照亮这地，给世间看见。来传颂复活的主，是荣耀。传颂复活的主，是荣耀君王。我哋拍手赞美我哋神，佢系复活嘅主，荣耀嘅君王。用腰尊贵送赞
求你真的将我们带入你的至圣所里面，带入你的至圣所里面，好让我们能够瞻仰你的荣美。除了你之外，除了你之外，我们不在乎世上发生所有的事，不在乎任何人，我们只单单在乎你。弟兄姊妹，让我们用片刻的时候，片刻的时候就享受与神同在的时候。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会点教会梁牧师，欢迎大家咧同我哋一齐喺网上边崇拜嘅。嗱，刚哥，湾区县政府咧已经再次放宽教会室内聚会嘅限制啦，容许咧限制人数出席咧教会嘅聚会嘅。咁教会亦都咧会定喺五月份咧
開始局部重開咧崇拜嘅聚會，咁詳情咧請你留意咧日後咧教會嘅網頁公布啦。嗱，我哋醫生嘅陪你系列咧將會喺四月份咧正式開始噶啦，呼籲弟兄姊妹咧積極報名參加之外咧，更加重要係咧透過醫生陪你系列嚟傳福音。我哋鼓勵咧大家將我哋嘅陪你活動咧 share 出去，只要撳一撳就可以咧與神同工，讓更多未信主嘅朋友咧能夠藉呢個機會踏入福音嘅大門。詳情咧請你到我哋醫生嘅网页去查询啦。四月四号就是复活节主日，这个周末的教会预备了很多特别的活动。这个礼拜五晚就有受苦节的晚会，而星期六四月三号有一个特别针对青少年如何面对同性吸引情况的见证讲座，由过来人著名牧者 Kalen Rangs 去分享。而复活节主日我们会在俯瞰整个直谷的 Bay Trail Sunnyvale 举行一个特别的日出赞美祈祷聚会，的时间是朝早的7:00至7:30。而复活节下午4:00我们有一个特别为宠物爱好朋友而设的宠物健康讲座，由执业兽医主讲的。以上这些所有的活动欢迎大家到我们教会网页去报名。下个主日就是复活节主餐和一个月一次的网上互动崇拜，到时再和大家空中见面。赎罪祭杯饼里约誓，藉着浸礼甘心献祭基督的身体。赎罪祭羞耻变美丽，罪孽悔疚一一作废，过去已销毁，为我甘心背负一切罪债，舍己的代替，救过犯，救作为，我已背弃靠主清洗，愿我一生纪念，此致奉上馨香的活祭，十架路伴我行，用一世为主作活祭。赎罪祭施恩盖约柜，道愿降世舍尊救世基督的身体。赎罪祭忧伤已退逝，旧事已过天恩永世载满了光辉，为我甘心背负一切罪债，舍己的代替，救过犯，救作为，我已背弃靠主清洗，愿我一生纪念，此致奉上馨香的活祭，十架路伴我行，用一世为主作活祭。为我舒尊降贵，付出身体献祭，在恩杯中我与你成为一体。为我舒尊降贵，付出身体献祭，在恩杯中我与你成为一体。为我甘心背负一切罪债，舍己的代替，救过犯，救作为，我已背弃靠主清洗，愿我一生纪念，此致奉上馨香的活祭，十架路伴我行，用一世为主作活祭。十架路伴我行，用一世为主作活祭。
在香港跑马地天主教坟场门口呢，就有两句脍炙人口的话：今夕吾躯归故土，他朝君体也相同。两句说话的出处和用意呢，都可以说是一个谜来的。因为这两句说话并不押韵，亦不是很合平仄，所以可不可算是对联呢都成问题。虽然是这样，这两句说话的确是广为人知的。几年前呢，有人呢做了一些叫散水饼的事，在盒装里面呢就引用这两句说话。有人被公司解雇了，所谓放长假就买几盒送给同事，意思大概是今日我被炖冬菇，他日怕且轮到你。有趣的是，网上这两句说话在一些并非粤语的社群当中呢亦都广泛流传的，都可以拜小说家王奕先生所赐。原因是他写的武侠科幻小说《寻秦记》改编了成为电视剧集，在内地呢就非常流行。电视剧集中大结局这个江华扮演的连俊临死之前呢，就对古天乐所扮演的项少龙讲了这两句说话了。在那个剧集里面，我想意思大概是：虽然今日我死在你手中，有朝一日你都不得好死。寻秦记啊，这个剧集呢流行到20年后的今日，竟然仲话差不多原班人马要出电影版，今年就会上画了。上星期呢就已经出了预告片。网上的朋友不一定为意这两句说话出自天主教坟场，所以对出处和用意呢就有各种的猜想。有些人认为这两句说话的灵感来自禅宗的佛偈：我见他人死，我心热如火，不是热他人，看看轮到我。有人认为灵感来自《红楼梦》，黛玉葬花之后呢感怀身世，就讲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炉之是谁，可谓自古红颜多薄命嘛。如果要找一个释经原则的反面教材，不要以讹传讹，穿错附会，这两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说话呢绝对可以是数一数二。其实按照前中大天主教研究中心的主任夏奇隆神父的研究，这两句说话应该是出自八世纪查理曼大帝的时候一个学者叫做阿尔琴的。阿尔琴最出名的就是发明了拉丁文的细草，今天我们还用着。他这句两句说话在一个诗句里面是放了一个墓志铭上面，中文可以翻译为往日的我，现今的你，他日的你，现今的我。如果单从字面来看，好像是提醒人人生岁月匆匆，要懂得珍惜光阴。但再小心看看这个墓志铭的上文下理，他说变成好像我这样，是讲变成腐臭的身体。其实阿尔琴的用意是叫凭吊那些人不应该只是关心肉体，要关心灵魂。身体总有尘归尘土归土的一日，灵魂先至唔会消灭嘅，反映系中古时代基督徒特别关心灵魂嘅神学取向。西方传统咧认为一个人嘅 last word 呢个临别赠言咧，对认识嗰个人咧系非常重要嘅，所以有啲人咧就会绞尽脑汁咧，好多年咧谂下自己最后尾咧要讲咩句说话，经常亦都系写喺墓碑喺呢个墓志铭上边嘅。所以呢，有時候我提議大家如果小組聚會 icebreaker 諗到咩好講呢，攞呢個嚟分享。你諗下你嘅墓碑上面想寫啲咩呢，可能呢對互相認識呢係好有幫助的。按照約翰福音嘅記載，耶穌最後嘅一句說話喺十字架上係成了。問題係成了什麼呢？十字架完成咗啲咩呢？今日我就是想同大家透过马太福音的记载，从十字架前后两方面来看看十字架成功的结束了救赎计划的一个部分。但是同一时间，十字架亦都是成功地打开了下一页。所以今日呢，我是想用两个字，离开，离弃的离，打开的开，作为十字架前后的一个大纲。十字架的前面看到的是离弃，天上的父神好像掩面不看钉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
地上耶稣面前的人亦都是很厌恶他，可以说是神离人弃。但是按照先知的预言，这个离弃是一个重要的证据，耶稣就是预言中的救世主尼赛亚。福音书的主旨就是要证明关于尼赛亚重要的预言在耶稣身上都一一应验，最重要的就是耶稣出于自愿的死，证明了他就是一位为世人代罪死的尼赛亚。但是十字架并非是这个救赎故事的大结局，十字架并不止于离弃，十字架亦都是打开为救赎的计划打开下一页的序曲。圣殿的幔子从上而下撕开，坟墓的石头都裂开，天撕地裂，打开了天门，亦都打开了阴间的铁闸。最重要的是十字架打开了人的心，连原本鄙视耶稣的罗马百夫长和其他刽子手都茅塞顿开，打开心窗，明白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十字架是离亦都是开，今天就想跟大家看这两只字。如果大家手上有圣经最好了，可以打开马太福音27章，那我可以留意到上文下理，而且在个荧幕上面可能字就比较小一点。45节这里说，从正午到下午3点钟遍地都黑暗了。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天文现象使到天昏地暗的，但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这个是一个审判的景象。因为先知阿摩斯曾经预言，到那日我要使太阳在正午落下，使这地在白昼黑暗，我要使你们的节期必为悲哀，你们一切的歌曲变为哀歌，我要使这悲哀如丧独子，其结局如悲痛的日子。本来逾节是一个欢乐的节期，变成了一个哀悼和悲伤的日子，就好像白头人送黑头人丧子之痛一样，甚至天上的父神都惨不忍睹，所以用乌云将苍天白日都遮盖了。在过去一年里面，我们听到很多令人心碎的医院故事。十字架的情景就好像是有一个儿子，他孤独在这个深切治疗病房一个 ICU 里面等死，外面的父母明明知道，但是因为隔离亦都不能够入到这个病房里面见他的仔的最后一面。第46节，约在下午3点钟，耶稣大声高呼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尔，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是不是不知道天父是无所不在的呢？他当然知道，但是他就是好像在个 ICU 里面等死的仔一样，好害怕。他知道父亲就在外面，他最深切的渴望就是能够握住他父亲的手，但是天上的乌云就好像完全不透光的窗帘一样，看他没有办法见到天上父亲的面。为什么天父掩面不看呢？其实最惨不忍睹的不是十字架，而是围观那些人，他们视若无睹，听若无闻。其实耶稣是大声地引用诗篇22篇第一节来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的呻吟。这些围观的人不知其所谓，还以为耶稣在这里叫以利亚。为什么我们可以肯定耶稣心里面是在想诗篇第22篇呢？因为诗篇22篇18节的情景之前已经应验在眼前，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内衣抽签，正是耶稣刚刚目睹罗马士兵的所作所为。马太前面在第35节已经指出，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抽签分了他的衣服。更可圈可点的是同一篇诗篇里面第7到第8节里面说，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捏嘴摇头，他把自己交托给耶和华，让耶和华救他吧，耶和华既喜爱他，可以搭救他吧。这个何尝不是就是耶稣目睹的情景？在这里经过的人都讥笑，在这里摇头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啊，现在我们从十字架上下来，如果你我们就信你了，神若愿意就可以救你了。
所以这个时候，一个熟读圣经的耶稣，一个一生人就在等待诗篇二十二篇怎样在他身上应验的耶稣，大声疾呼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因为耶稣在这个时候仍然是有希望，围观的明白他就是大卫王预言的一位。接下来四十八节的情景其实也都是预言之内，其中有一个人立刻跑去拿海绵沾满了醋绑在芦苇上送给他喝。其实之前已经有人试图拿些用苦胆沟的酒来戏弄他了。三十四节，士兵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不肯喝。这个时候将一些苦胆和酸醋给耶稣，其实真是落井下石，好像是一个垂死的动物，你还不放过他，还要去折磨一下他。但这个正正就是应验了大卫王的预言，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喝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这些嘲弄耶稣的人，尼赛的预言应验摆在眼前，但是呢他是好像蒙蔽一样，完全看不见的。第四十九节，他们好像甚至要挑战耶稣一样，里面说其余那些人又说等一下啦，看以利亚来不来救他。字面来讲，他们好像有点实验精神，好像在书道一样，要我信得，如果耶稣你可以颁啲救兵嚟，叫嗰个已经升天，你叫嗰个以利亚喺从天而降打救你，咁我咪信咯。但系佢哋讲呢句说话，唔系意味一个实验精神，一个开放嘅心态。明显嘅，佢哋喺度冷嘲热讽。真正熟读圣经嘅犹太人咧，其实应该明白，尼赛亚系一个受苦嘅仆人。所以问题其实不是尼赛亚会不会死，会不会受害，而是怎样死。可能他们想象尼赛亚会好像跟罗马人打仗的时候英雄式的战死沙场的。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说他们等待的是尼赛亚，但是他们想要的其实是另一个的凯撒大帝。他们眼前看到这位无力反抗罗马人，他们叫做亵渎神的罪犯，看他们看来看去都不觉得他是尼赛亚。申命记二十一章里面这样说嘛，被挂的人是神所诅咒的嘛。现在被挂在木头上的耶稣不是他们想要那个尼赛亚。再加上他一直呼叫以利亚，但是以利亚都没有出现了。咁唔係再已经证明咗耶稣就唔係呢个神派嚟嘅咩？简单啲嚟讲，佢哋要嘅係凯撒呢个凯撒大帝。佢哋面前见到嗰个似啲係 Santa Clara， 一个至今贫穷嘅加勒修女。当然刚才我哋已经讲明，耶稣根本唔喺度呼叫緊以利亚，耶稣喺度呼叫緊父神。但我哋想下，真正的问题是怎样了解神的儿子竟然是被诅咒的呢？怎样了解父神会见死不救的呢？他是不是想这班人不信他呢？有两个重点是值得留意的。第一，这个是耶稣自愿受的死。和合本第五十节在这里说，耶稣又大喊一声，气就断了。气就断了呢，在中文来讲呢，就听来有点被动。但如果你看原文用主动语气，是说耶稣交出他的灵魂的，在英文版本都可以看得到。这个主动性可以说是画龙点睛的表达到耶稣的死因，当然包括被朋友出卖，被奸人所害，但是由始至终是耶稣自由的选择来的。如果他不想死，没有人可以害到他的。耶稣的死绝对不是一个意外，耶稣是主动的交出他的灵魂。第二，耶稣是自愿被杀害，受了咒诅，为的是什么呢？是为了代替世人被诅咒。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里面解释，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
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耶稣经历这个神离人弃，目的只有一个，代罪死。耶稣大概是早上九点的时候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这个是犹太人早上献祭的时候，他是下午三时断气的，是犹太人下午献祭的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成就的就是一个赎罪祭。正如以赛亚先知七百几年前就已经预言，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尼赛亚替罪被诅咒以至于死，完全是预言当中的一个部分。马太和其他福音书的作者表明的就是这一点。如果耶稣没有被诅咒，没有受害，没有从活人之地被剪除，他先至不是尼赛亚。所以耶稣预先已经告诉那些门徒听，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今天如果我们说赎金 ransom， 联想到的可能是绑票，但在新约时代赎价是用来形容为奴隶赎身的价钱。所以作为尼赛亚，耶稣付出的代价让我们可以在罪恶和死亡当中被释放，由奴隶变成自由人。人去买赎一个奴仆位的，通常是有仆人可以服侍自己，但是人子耶稣付出赎价，却是为了自己成为仆人。想想这个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交换位置。鲍维军博士的说法，这个是一个翻天覆地的福音，是不可思议的交换位置。十字架也都是这样，本来是一个生离死别，反而使到我们可以与罪恶死亡分离，甚至可以说在十字架上钉死的就是死亡本身，十字架就是死亡的葬礼。这个就是我今天说的离。但是十字架除了是离亦都是开。有人问，如果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个救赎，我们留在这里还做什么呢？上星期日梁牧师讲到的时候亦都提过这条问题。马太给的答案关键就是开这只字。原来耶稣在十字架上并非只是来光荣结业的，不是只是来埋单的，他做的亦都包括是重开。这边道呢，我英文的题目就是 Heaven Reopen， 天堂的重开。十字架打开了通往天上的门口，打开了阴间的闸口，剩下要来做的事，简单地这样解释，就是帮助人一个一个走过这个今天已经打开的关卡。来用一个不是很正确的比喻，天堂的重开呢，就好像疫苗已经完世了，但是还需要一个人一个人打完疫苗呢，这个拯救工作才完成的。在51和52节里面，马太观察到耶稣死后突然发生了两件奇迹。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这两件奇迹呢，有一个重要的平衡。希腊原文幔子撕裂和磐石崩裂呢，用的动词都是 schizo。你可能听过人精神分裂啊，人格分裂咁样 schizophrenic。schizo 就是这只字，分裂打开的意思。因为十字架的缘故，通天的门已经敞开了。圣殿的幔子是从上而下被撕开的，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但阴间的闸口也都是敞开的，地震、石裂、坟墓都打开了。圣殿的幔子呢，在圣殿里面是遮住圣殿的至圣所的。至圣所代表的是神的同在，其实只是这个大祭司每年在洁净和赎罪之后会入一次的。因为罪人本来是不配站立在圣洁的神面前的，但是十字架成就的就是将这个幔子撕开。
希伯来书的作者解释，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躺然进入至圣所，是藉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神和人中间的幔子，当他的身体被撕开，就等于撕开了这个幔子，我们就可以坦然地入到去这个至圣所，神的同在的当中。其实马可福音一开始就已经记载，耶稣在约旦河受浸，他在水里面一上来就看见什么？天裂开了，圣灵仿佛甲子降在他身上。在他受浸的时候，天裂开了 ,schizo 了，就是要表明十字架造成的工作其实在这里已经预表了。幔子撕开就是天的撕开，天门被重新打开，浸礼表明的死亡埋葬和复活就是进入这个天门的方法。但不是只是打了通天那道门，阴间的门闸都打开了。52-53节继续讲，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嗱，呢个奇迹究竟系咩回事呢？学者有唔同嘅见解。有几多个圣徒从死里面复活呢？佢哋复活之后去咗边度呢？我哋系不得而知嘅，呢度冇讲。但可以肯定嘅系，呢度话佢哋向许多人显现，表明呢件唔寻常嘅事情有好多人可以做证嘅，好似耶稣复活一样。死人复活呢，虽然系好不可思议嘅，但其实以西结呢先至500多年前已经预言了，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因此圣徒的复活其实是旧约关于弥赛亚预言的应验，他为主再来的日子去做一个预言，因为到最后所有的人都要复活。换句话来讲，阴间已经不是一个有入没出的黑洞，阴间已经不能够将死人永久的囚禁。等我们幻想一下，那些身体复活的圣徒入到圣城向人显现，你估下他们会讲什么呢？这个我幻想的，没有圣经根据的。他们讲的可能就是，今夕吾躯出故土，他朝君体也不同。耶稣基督已经得着这个复活不再一样的身体了，那些圣徒也都得到这个复活不再一样的身体。有朝一日我们都要复活，我们都要从阴间走出来，得到这个历久常新不能扭坏的身体。所以问题只是剩下一个，如果天门地闸都打开了，我们怎样可以使到人一个一个走这条打开了的救生门路呢？很明显，除了天的门和地的门之外，基督耶稣还是要透过我们的见证和圣灵的工作打开人心的门。很有趣，54节这里讲，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意志了。为什么那些以折磨耶稣为娱乐的罗马士兵竟然是最先看得清楚耶稣就是神的儿子的呢？为什么那些熟读旧约预言的犹太宗教领袖，他们对弥赛亚预言在耶稣身上的应验反而好像是视若无睹的呢？为什么那些根本不可能是知道耶稣是哪个的罗马士兵反而是最心水清的呢？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负责的工作是什么？是看守耶稣。如果他们一不小心看漏眼，被耶稣的门徒劫走了，他们就只怕人头落地了。所以他们是小心翼翼的，留心耶稣每一个的小动作，外面的环境风吹草动他们都非常留心的。他们当然没有犹太宗教领袖对耶稣说的他说是弥赛亚的认识，但这个反而使到他们没有一个包袱，不会用某一种有色眼镜去看耶稣。他们其实原本不认识耶稣，钉个牌说他是犹太人，王是讲笑的。但是十字架的情景
卻係使到佢哋唔可以唔承認，佢哋處決嘅呢一位唔單止係一個無辜嘅受害人，而且係神嘅兒子。讓百夫長茅塞頓開嘅當然係聖靈嘅工作啦，但係呢度亦都俾我哋一個好重要嘅原則。人如果要真正認識耶穌，單憑一啲先入為主嘅江湖傳聞咧，係唔足夠嘅，可能反而咧成為一啲障礙。人要認識耶穌，必須要留心睇下耶穌。就算人嘅出發點係證明耶穌係癲嘅，耶穌係個騙子，或者佢淨係出於工作需要要去嚇講下耶穌嘅，當人留心下睇耶穌嘅時候，就有一個機會去認識耶穌，明白佢係神嘅兒子啦。古往今來有唔少人努力去嘗試研究聖經有乜錯漏，耶穌有冇講錯嘢，結果反而俾聖靈喺心裏面動工，越研究越唔能夠否認耶穌就係基督。所以今日啊，如果你對耶穌仲有一個懷疑，等我俾一個建議你，唔好將你啲注意力淨係集中喺嗰啲其他人身上，你要打開聖經親自去研究下耶穌。你睇圍繞喺十字架旁邊嗰啲人，佢未必一定係最認識耶穌嗰啲嚟噶，因為耶穌死嘅時候，對佢最認識嘅門徒點啊，匿咗咯，匿埋曬咯。最忠心耶穌嗰班婦女啊，都係遠遠咁望咋。所以你要認識耶穌，你就唔好假手於人，你要親自去睇下耶穌。你話：誒、哎，我唔識睇啊，或者聖經好難噶，投資少少錢嚇買本工具書。其實我今日講嘅所有嘅內容，你揾本最基本嘅嗰啲啊 ，study Bible 啟導本裏邊已經全部揾到曬噶啦。我唯一警告嘅係，當你用心嘅去睇下呢個耶穌嘅時候，你可能真係會同百夫長一樣，變成十分懼怕，非常呢個驚，因為你會知道你的確就喺神面前同佢一樣係一個罪人。但耶穌釘十字架就是要救赎你的罪，他开天辟地就是要解开你的心结，能够使到你重新的是入到神的至圣所的当中。开始的时候我提议大家想想自己在墓碑里面会写些什么，等人可以认识一下你。这个问题我自己当然想了很多年，结果仍然是一样。如果今天我有什么意外之类，请大家帮我写低下This guy wants to meet you in heaven. 中文啊，仲短啲，天堂见。我绝对系讲真嘅，人生在世有好多事情可以值得我哋去追求，我哋值得快乐。但我从来未谂到一样嘢，比呢件事情系可以更加快乐嘅。我最希望嘅就系邀请大家去同我一齐喺呢个天堂见。等我总结一下，耶稣应验了尼赛亚的预言，他走上这个十字架路，因为他做这件事是一个应验。所以我们看福音书的时候，对十字架的记载就必须是要透过尼赛亚的预言去明白。我们今天用了两个字来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来解释十字架，一个字是个尼，一个字是开。虽然耶稣的死表面上是被人厌弃，神人都厌弃，但是其实透过这件事，他成为了一个赎罪祭，代替了我们受诅咒，罪恶可以离开我们，他亦都打开了天门地闸，只是我们主要专心的去仰望耶稣，圣灵就会打开我们的心，我们就有复活的盼望。让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本来我们都是无一可夸的，我们很多事不明白，但我们求神你让我们明白，我们很多事不愿意，求神你改变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心，可以认识这个救世主，我们个人的救世主，我们盼望可以回到你的身边，但我们知道我们是透过认识耶稣，相信祂来回到你的身边的。所以今天求神你就打开我们的心，如果我们还是有不明白的，如果我们还是有不愿意的，求神你在这个时候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透过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目，使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你的儿子。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
阿門。下星期日咧就係復活節主日，咁我哋咧因為第一個禮拜咧都會有呢個 Zoom 上邊咧係有廣東話嘅崇拜嘅。咁咧，但係之前咧就預備咗個特別嘅祈禱會，係朝早7:00嘅，會咧實體喺呢個 Bay Trail Sunnyvale 嗰度舉行嘅。咁啊，睇一齊睇日出，同埋喺呢個晨光當中咧，係呢個慶祝主嘅復活。啊，唔得嘅，去唔到咧都唔緊要嚇 ，Zoom 都有嘅，可以大家參加下。主是我倚靠与拯救，是我珍宝，为主我渴慕。因主，谁人又可相比美？叫绝望得因唯独有你。恩典风中没法可测透，滔滔厚爱越过诸天，一生愿求主超于一切，不朽真理完美高深智慧。主是我倚靠与拯救，疲惫的心靠主得健壮，咒诅仇敌在攻击威下，你用慈恩覆盖护庇我。我哋今日嘅网上崇拜咧，到呢度结束啦。我哋都一齐低头咧，我哋领受上帝嘅祝福啦。但愿耶稣基督你嘅恩惠、天父神嘅慈爱同埋圣灵嘅感动沟通，常与我哋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直到我哋见主你嘅面。阿门。